于亚莎发行专辑的，很有缘分，跟我很有缘分的一个人，从一起得奖，他又在金奖颁奖给我，很有缘分的帮他的新专辑《一个人唱情歌》合作的第一首歌，那我也第一次帮人家讲 OS， 我在想，这声音那么老，他声音这么稚嫩，真是难为他了。我很开心，就是一个上海姑娘，然后到这里，发台语专辑，让大家眼睛都为之一亮。希望他这一张，能够比上一张还突破，有更好的成绩。也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帮莎莎写歌。恭喜，加油！